没事吧？是，这里真的很热。那是岩浆，在弗雷尔觉德，我们肯定到了超级山的地下。要是你热得受不了，也许我可以帮你把毛剃了。剃光毛的雪人，我倒是很想看呢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岩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要是我们脚下滑了，这跟掉进普通的湖里可不一样吧？小心点，伙计。好险，但很好玩。是的，我也听到了，很有节奏感。好像是有人在敲锤子，我们走。是什么？好大，还很吓人，是不是该找其他的路？我们是怎么吼的来着？吼叫是为了震慑敌人，对吧？明白了。那是奥恩，我的天，那个奥恩！哇，弗朗普，瞧这个地方，一间锻造房。瞧瞧这些东西。我们需要一口大锅，对吧？我倒是有个主意。打扰一下。嘿，你能听见吗？我在这儿，他听不见我说话。帮帮我，威朗普。有客人，我不喜欢客人。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摸了一把铲子。果然，我还以为把它扔掉了。你们不应该乱碰别人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们下次不敢了。可是，铲子还是铁锹，什么的，把我们带到了这里。你是奥恩，你是整个弗雷尔卓德最伟大的铁匠。你挖出了山谷，而且还创造了雪。说到发明创造，就没有你造不出来的东西。真是个稀有材料，
你的体内有一团火，孩子。不，不完全是，现在只能说是火花。这火花是艾尼维亚的，真有意思。哦，对，差点忘了。哦，奥恩，我们想找一口大锅，给一个朋友。你这里有现成的，我们可以借用吗？或者帮我们打造一个？求求你！不，不能帮最后的雪人和他的诺台族伙伴一个忙吗？不。好吧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，伙计？你可以自己做。啊？你需要火，熔炼用的金属，还有用来煽动火焰的枪锋。让我看看你的能耐，小火化。我们要点燃熔炉，往里填满金属，然后鼓风，挺简单的，对吧？小心，那个开关很精密的。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人也猪也没办法追上我们。嘿，奥恩，那是什么？我是说熔炉那边。拉下那个开关，你自己看看吧。火花是个点火器。点火器？这么说你用它来点火？太棒了！再快点，再快点，再快点。这些风箱可以让炉子烧得很旺。它们好像和那边的轮盘连在一起。看来那些平衡物能把门打开。当然是这样，或许吧。别那么着急。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等等，好，这下风箱就会自动运行了，小菜一碟。
果。像是烧焦的毛？我开玩笑的，伙计。是连接点，不是洞洞。是直接通往熔炉的，好像全都完成了。我们去告诉欧恩吧。连野猪也没办法追上我们。起来有点不太对劲。我明白了，对，这已经很好了，算是吧。
我们哪步做错了吗？没有。这座冰凉的熔炉沉睡已久，要温度足够，得再过一两个季节。要等一两个季节？肯定有更快的办法吧？是的。配得上这座永然工坊的火焰，那么一口大锅是吧？等等，你要帮我吗？是的，但没那么快消火化。要造一口配得上昊恩之名的大锅，我需要特定的材料，只不过他们并不常见。别担心，奥恩，我们很了解弗雷尔卓德，对吧，威朗普？那么你有听说过朱尔梅吗？威朗普，朱尔梅只在一个地方生长，那座要塞。要塞？那是瞭望塔吗？像座城堡小火化，找到一颗朱尔梅带给我。简单，还有别的吗？既然你对弗雷尔卓德了如指掌，那肯定知道凯鲁雷尔吧？是，我绝对听说过。你说他叫凯鲁雷尔居住在冰雪花园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我需要一份凯鲁雷尔的祭品来铸造你的大锅。城堡里的朱尔梅和来自凯鲁雷尔的祭品，记住了。很好，快去吧。我们回来了，我可真是不习惯这个。我们得从一座什么要塞城堡里找到朱尔梅，还要去冰雪花园找凯鲁雷尔要一份祭品。先去哪边好呢？